听着，恐龙不是任人蹂躏的宠物，不是呼来唤去的仆人，而是高贵骄傲的朋友。我是班长，是个光棍儿。个寂寞的光棍儿，痛苦的光棍儿。喂，放错音乐了吧，大哥？我不行，太没排面了。想我班儿胖子，铁骨铮铮，铁汉柔情，铁血丹心，铁齿铜牙，铁面无私，什么龙没骑过，家里养这么几条小龙，带着跟一群猴一样，没劲儿，太没劲了。我得回家拿好一身装备，干他丫的。看起来成色不错呀，一看就很健康。驯服恐龙是有诀窍的，作为一名资深的驯兽师，你得懂得如何驯养。第一步，无论如何你都要记得想尽一切办法把它干晕，然后拖进小树林，然后嘿嘿嘿。第一步，想尽一切办法，小的就用木棒子敲晕，大的就上麻醉剑。第二步，投其所好，喂其所好，他喜欢肉就给他肉，他喜欢素就给他素。 Pure 啊，我死了。就叫你弟弟吧，以后就跟在我身边，走出去都有牌面，来跟弟弟拍张照。我靠，弟弟你这屎够劲儿啊，叫什么班长弟弟啊，叫你屎大哥吧。听说小薇要回来了，游轮上玩得很开心啊。不行，我也得搞一身新气象出来，不能被见过大世面的人瞧不起，是不是？都说发型很重要，作为这个岛上最帅的男人，这一点必不可少。做好雷龙啊，从此以后我就是这个岛上最耀眼的男人。不，